杰啊，你再次回答委员的一个提问了，请那个部长可以起来哈、哦。是不是确定今年五一劳动节所有的人都可以放假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可以放假，确定了吗？五一劳动节放假的情形，我们已经跟跨部会有开过会议，那现在呢在跟民间跟企业的团体来做相关的沟通，我们也希望能够尽早的来做一个结论。这个哪一些团体反对？现在还在沟通。哪一些团体还在沟通？还在沟通当中。唔够啊，干呐？冇啊，你就是这个在沟通咧，你要讲。不，我可以可不可以讲？我做一个小结论说，五月以后我们可以。乐观期待全国放假，我这样 statement 可以吗？期待。我们沟通有成果会跟各位来做报告。什么时候会有成果？那当然是一定是在最近的时间内。最近时间多近？两个礼拜。差不多。